喂，那 JSQL 不是什么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语言、啊、它其实基本上就是相容说绝大多数的 Java 语法。那它也不是要取代 compiler， 所以你也不会真的用它来就是做很，比如说你的 application， 你的 project 就用这个来做，那其实也有点困难。那它也不是 IDE， 它有 tab completion， 像大多数的 shell 一样，所以你按 tab， 它其实会有一些 suggestion 出现。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它也有一些简单的，它比如说它可以，你现在写的，你想要 include， 它预设会 include 一些 import 一些。开那个 module 进来，对，现在叫 module。那但如果你没有 import 的话，它其实有一些shortcut 可以让你问你说，欸、你要 import 的是不是这个 class？ 对，但它大概也就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所以它其实也比 IDE 还差很远。那通常我们用 JSQL 做什么？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我觉得如果你比如说你是 Java 初学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的东西。那我猜大家可能都不是啦，不过。所以想想看，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学程式语言，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叫大家，好吧，我们先写个 Hello World 好了。对，那大家知道，其实你要在 Python 或 Ruby 里面写一个 Hello World， 跟在 Java 里面写一个 Hello World 的那个难度有差多少？这样子，就是你花费的时间，其实对初学来说，对初学者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那有这需求之后，其实这个会相对会简单很多。那第二个是说，有些新的 API， 比如说 JDK 有些新的 API， 你想要先试试看的时候。其实，在 JSQL 里面也可以直接执行。那 prototyping， 像其实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之前我在看，怎么那么快就十分钟？好，那个之前我在看像 Java Parser 的这书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些东西，其实就算像 Big Decimal 这个东西，就算我蛮常用的，有时候我还是会记错，说比如说我 add 完之后，其实我还是要把它assign到另外一边，它其实才会加上去嘛。那这东西其实，如果你现在不确定。他的行为到底怎么样？你可以在JSQL里面直接打看就知道了。那看一看，就是我刚刚讲嘛，在没有JSQL之前，你在 Java 里面要写个 Hello World， 你要做多少事情？你要有个 class， 你要有个 main， public static void， 它还要有这些东西。然后你要写 system out println Hello World， 用 Java C 来 compile， 会拿一个那个 Hello World class， 然后你最后终于用 Java 执行它，你可以看到你的 Hello World 了。那有JSQL之后。基本上是执行的，这个执行基本上还就是 Enter 而已、啊，你还不需要下什么 Java C、Java 这种东西。那要怎么用？那最简单，不是最简单，要唯一的方法就是因为只有 JDK 9才有 JSQL， 所以你一定要装 JDK 9。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测试吗？有多少人已经装 JDK 9的？下载 JDK 9的举手。好好好，有玩过吗？有任何人进过 JSQL 吗？有这经过这些，我麻烦举一下手。好，太好，那你们两个来干嘛？好，那没关系。那简单，只要 install JDK 9，把它加到你的那个 pass 里面去，然后下 JSQL 就可以了。那后面的参数我待会再讲一下。那 JSQL 基本上可以吃大多数的 Java 语法，有些不行，比如说 package 在 JSQL 里面没有意义啦，因为你不会在里面定义 package 这种事情，所以 JSQL package 这是不能用的。那绝大多数的其他语法，我印象中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 JSQL， JSQL 还有 JSQL command， 就是比如说它可以列出现在有什么，你有 import 哪些 class， 你宣告了哪些变数，有哪些方法你已经定义了，这个在 JSQL 可以看得到。然后最后一个就是tab completion， 跟大多数先进的 shell 一样。先简单看一下，我们待会再 demo。declaration 你可以宣告 x 等于1，然后在 shell 里面。那个分号是不一定要加的，可加可不加。然后 expression if 啊 switch while 都可以。然后 statement method hello 这些卡面先简单看一下，先它大概分几类啊？比如说像 list 就是像 vars 可以列出现在宣告所有变数 ，method 现在定义的所有方法。然后 snip editor 它其实可以开你预设的编辑器，就是假设你现在写觉得。有点复杂，我想要开编辑器来做，你下 edit， 它其实会开预设的编辑器，那就看你 shell 里面预设的编辑器是什么。然后 session 就是跟一些设定相关的 history， 这其实跟 shell 有点像 ，history 就会列出你执行过的所有 shell command， 你或者是你执行过的所有 Java 语法。那惊叹号就是重新执行上一次，这个跟 bash 其实是一样。那 general set 是设定一些偏好，不好意思，看不太到，没关系，Help，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Help。Help 后面接任何的 JSQL command， 它都会跟你说这个 command 在做什么。所以，
记不得的话，只要记 help 就好了。Tab completion 简单看一下是 S， 因为、哦、我们有定一个，假设我们定一个 string S 嘛，然后你再点逗号按 Tab 的时候，它就会秀出所有 string 的方法给我们看。然后，哎，我想要知道，我想要 to uppercase， 说我把它变大写。然后我再按一次 Tab， 它其实会跟我说，哦，你有 to uppercase 有两个参数，你要用哪一个？最后这个有点小了，这个、不用真的看，就是它只是它，你如果再按一次 Tab 的话。他会跟你，他会把这一个这两个 method 的 Java Duck 都显示给你看啊。你按一次 Tab 显示一个啦，对。好，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刚刚说的，它有一个东西叫 Shift Tab。我打了 JShell， 这是一个 Java class， Java 在 JShell module 里面的 JShell class。哎，我打了 JShell 之后，它预设不会 import 这个，所以它其实认不得。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按住 Shift 按 Tab， 然后再按 I。他其实问你说你是不是要 import， 他会去猜啦，他会觉得说，哎、欸，你要 import 是不是 JDK.JShell.JShell 这个 class？ 如果是的话，因为他如果有多个，他会出现一二三让你选啦，对吧、啊？那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个，所以你按一，他其实就会帮你 import 进来。接下来在你这个 JShell 这个 session 里面，你就不需要再去 import 它，他就认得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好，他认得 JShell 这个 class， 然后我想要 create 它，它是用 factory method， 所以我打 JShell 打 create 之后，我一样按住 shift 按 tab， 再按 v， 它其实会帮忙，它其实会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然后把 focus 移在那个变数上，让你定义那个变数要叫什么名字。没关系，简单看一下就好了，五分钟，好 ，OK， 还有 demo 时间。那这是我刚刚提到，在 JDK 9里面什么都是 module 嘛，所以。有个 module JShell， 然后 dependency， 它 dependency 就是有 depend compiler preference， 还有一个 JDI 是、Java Debug Interface 吧，我记得。然后所有的 module 都会 depend 在 Java Database， 所以你在下面一定会看到 Java Database。然后这是几个，如果你在你的程式里面想要有一些 JShell 相关功能的话，你大概会用到。不过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只会用到第一个，后面有些其实是跟，我觉得不太会用到，我看了一下。好 ，demo 一下。不应该把它关掉。好，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为什么 JShell star 的时候，我可以预设的 star，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预设，这是预设的 star， 然后这是我加上参数，所以这是我刚刚说我 star 要加上 default 跟 printing 这两个东西。所以 default 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些。预设 import 一些像大 util 啊这些你会需要用到的，所以我刚刚讲到嘛，我们有，这是 JShell command， 所以 list， 所以我可以看一下到底它 import 哪些东西进来。这是如果你没有加任何参数，它会加这个进来。然后如果你，有点长，不好意思，所以除了上面刚刚有 import 的这些 mass 之外，它其实还 import 一个蛮方便的。printing 相关的，它叫 printf 啦，有点 printline 跟 printf， 对，它其实就是 wrap 那个 system.out.println 的 wrap 而已啦。但在想说，我都在 shell 里面打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还要那么的啰嗦这样子？所以它有，如果你说你要 printing 的 module 的话，其实会把这些有点像是 util method 的东西拉进来。那其实我之前测过比较早期的 JDK 9版本，这东西预设一起来就会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到正式版的时候，我必须要加一些设定，它才会 抓出来。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刚刚我讲的嘛，比如说我现在要，
喂喂喂，哎、欸，好，所以简单 demo 一下啦。其实这 show 还蛮多有的没的，但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想说让大家稍微有个概念就好了。那如果想玩的话，来 JDK9，先 download JDK9，然后 JEP 这个有点难，不用看没关系。然后有个 J show tutorial，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蛮有用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好，谢谢大家。